自爆欠达仔第一次为雨心告唱《Home Mission》。笨拙嘅男 dancer 咧，唔羡慕得咁多噶啦，除非你系下个月开处男过唱嘅师兄咯，留翻演唱会先开得高啲。讲得呢个差，因为我会做佢表演嘉宾，我咩第一次都俾晒佢咁滞啊！踏入20岁嘅第一日，8月8号就系佢嘅演唱会。好彩你讲清楚啫。唔係好似迪爾達咁惹人下水㗎嘛。因為要你第二日全身全身全身都唔得啦。嗱都健康嘅。尋日好地地幫自己嘅過唱宣傳，迪爾達點解你搞到咁兒童不宜㗎？多得個活動咋，之前全爭寵不和嘅 Winky 同埋 Carol friend 返啊。點會唔 friend 啊？佢啱啱入嚟公司之前都應該都識咗㗎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係做嘢，咁同埋我哋事後都會傾返嘅，即係都係得啖笑囉。但其實家陣邊個高邊個低唔使爭，好明白。